好，接下来看到这样子的意外消息，屏东在下午2点多下大雨，没有想到发生了雷击的意外。警消人员获报之后呢，赶紧呢把人是送到了国军医院来急救啊。带您来看到呢，其实当时呢伤者的衣服呢一边袖子整个烧起来，而且破损严重。整体事件呢是发生在屏东万丹乡在湾内村的一处农地，当时呢有一名48岁的女子呢，她跟婆婆一起到农地去工作，没有想到遭雷击，造成呢她的肩膀还有胸口呢是焦黑哦，而且呢家属是赶快把她送到医院去急救，还好医师表示呢目前伤者的意识还算清楚。